个人不到20块就能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 golf， 还包球杆包高尔夫球给你，真的很便宜。但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的是隐藏在 Penang Golf Club 里面的这间中餐厅，相当的受欢迎。拿去油炸的炸河粉，这一道海鲜炸河粉虾够大只，还有刷冻，火焰十足。厨师翻炒又翻炒的辣味饭，鸡肉辣肠还是第一次听过，一块块的鸡粒高兴到不行，甜蜜蜜鸡甜甜咸咸，有带小朋友来的几乎都会点，这个吃了真的会 key gan。 来到中餐厅怎么可能可以不 order 虾，招牌必点的酱油王虾卖相5个 stars，他们的鱼有蒸的有炸的，我 order 这个是娘惹式蒸鱼，汤汁属于偏酸的口味，拿来塞饭真的很开胃。炸春卷扎实饱满，里面放了蟹肉，蘸酱汁更加赞。沙爹的肉质腌制到很入味，加入麦片的粥，你有看过有吃过吗？鱼肉片麦粥比较浓稠有口感，一桌好料看到我无法抵挡，家庭还是公司聚餐都适合啦。 Penang Golf Club 就从 Indy International College 转右下去，然后就一直架一直架一直架，会看到 Hotel Ecuador 在你的左手边，然后再架下去一点就到啦。他们的停车位非常多，无论你是不是会员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过来试看看啦。